九天玄女的路上，希望他可以送我为徒。我现在已经上升到700公尺，继续上升，上升，800公尺，上升，779，上升，上升，794，九天玄女，现在808公尺了。我超过九天玄女的高度了，下降，下降，每一步都很小心，怕死。请九天玄女驾到，800英尺，500英尺，降落，降落。我现在是要去找九天玄女的路上，希望她可以送我为徒。我现在已经上升到700公尺，继续上升，上升，800公尺，上升，继续往上，上升。等到上面的时候，再拍更高。97，难道你就是九天玄女？那我在800公尺的地方遇到了你，请收我为徒。乱拍。现在808公尺了，我超过九天玄女的高度了，下降，下降。每一步都很小心，怕死。800，请收我为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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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